我的车怎么会在这儿？罗大处长，兄弟我也正打算去请教请教你。请教我什么？方小小是怎么死的？里面的火药是怎么回事？火药？方小小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知道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行了，有什么事回去说吧。怎么着，陆大处长，想明白了吗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昨晚喝多了，然后和安琪去了饭店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去问饭店。至于我的车怎么会在那儿出现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好，说吧。我昨天晚上一直和陆处长在一起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他。主任，陆天琪那小子一口咬定，说是一个晚上都和安琪在一起。安琪说，他晚上都是跟陆处长在一起。这么说，死无对证了。进来。主任，报道来了。你们特工部究竟在做什么？不是爆炸，就是死人，这还是大日本帝国统治的上海吗？事情刚刚发生，我们正在调查。我要的是结果，不是你这种陈词滥调。主任，他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明摆着说我跟这案子有关吗？你的车为什么会在那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不会是连您都不相信我吧？我相不相信你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他们不相信。他们这是故意针对我，其实最终的矛头还是指向你。昨晚安琪在哪儿？和我在一起啊。你不是说你喝醉了吗？我是喝醉了，他也没少喝啊，我们一起回的饭店。你确定他中途没有离开？应该没有吧，不过我昨天真喝多了，有些事儿还真想不起来了。你呀，我看你早晚死在女人的手里。我不管啊，这件事情你得给我做主。他们现在竟然还怀疑我，凭什么怀疑我啊？他们现在还怀疑我呢，我找谁说去？要我说，就是那个该死的方小小，死了还要害人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走的？走？走去哪儿？我昨天晚上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，陆天琪？你不会连我你也怀疑吧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那你说我的车怎么会莫名其妙跑那儿去了？你的车怎么会莫名其妙跑到？你问自己啊，你问谁啊？说不定就是那个方小小偷去的。他偷去的？对，一定是他偷去的。哼，因为只有你
跟他最亲近啊。要我说，这件事也简单，去问一下昨天晚上大世界有没有人见过，不就行了吗？有道理。昨天得亏你没有去，要不然今天我们就解释不清了。你成熟了。我长这么大才成熟，会不会晚了点啊？不晚。一定要出院吗？一出这事儿，再不出院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他们会怀疑我故意拖延的。后面的局面你怎么处理？想好了吗？我再想想吧。康部长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？差不多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哪儿的话，应该的。哎，那咱们走吧。走，来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来吧。谢谢啊。听说今天大岛去你们那儿了？很惭愧，这件事涉及到我们内部了。死者中有一个就是电信处的话务员。特工部的人？陆天奇的手下。上一次银行保险柜钥匙的事也和陆天奇有关。冷建平好像和这个人的关系不是一般啊。冷建平推荐到特工部的。这个案子必须要彻查，医院的爆炸案还没查清，又发生了这个案子，社会影响非常不好，重庆方面会更加攻击我们。明白。必须给各方面一个交代。李主任，我请你明白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，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破案。进来，来给我就行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添麻烦了。哎呦，您跟我多三，你还客气什么呀？以后啊，您就把我当成亲弟弟。行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呦，这几本书一直说给你呢，没倒出空来，都给忘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太谢谢您了。您看，你还记得我喜欢看这些书？正好书店打折。哦，多少钱呢？干什么呀？什么多少钱？这送你的。那行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吩咐我啊！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做交易，黑吃黑，打起来了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不管是不是鬼话，你赶紧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，要不然呀，不定要被那些人传出什么去呢。馄饨，好嘞。来，好好谢谢。听说又死了两个人，一个特工科的话务员，还有一个军火贩。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两包炸药，具体什么情况不太清楚。不过现在日本人正逼着李世杰尽快破案，他们担心社会舆论。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件事情告知民众，揭露敌人本是上海。
安定和谐的假象。对了，最近银行怎么样？还比较平静，牡丹暂时安全，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。老板，结账。来张报纸，走吧。主任，今天的报纸。今天的报纸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就算没看到，也会在马路上听到的。都有些什么想法？说说。这事儿很简单，就是我们这儿有人在和军火贩子做生意。至于是什么人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对吧？还不光是这件事儿，医院的爆炸案，银行保险箱的钥匙，这几个案子都和这个电讯处有关。我看啊，这个电讯处得好好自查一下。陆处长的车子怎么会在现场？这就得问咱这位陆大处长了。开会为什么不叫我呀？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成嫌疑犯了？坐。正说到你呢。说我什么呀？大家想知道你的车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。我就知道有人想借机报复。行啊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有什么就别藏着掖着了。没什么藏着掖着的，就是想知道你的车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。我的车为什么在现场我真不知道，这得问方小小。废物，人都死了问个屁呀。他人是死了，但他做过的事儿有人看见了。看见你和他上床？看见他那天晚上去了大世界舞厅，我的车就是被他偷偷开走的。好了，我想大家都清楚了吧？有人做军火交易，双方发生冲突，没什么疑问了吧？散会。散会。陆处长说他那个车是被方小小偷的，车里有他的指纹吗？没有。这么说那个车就不是方小小偷的了？那不一定，说不定他会戴手套呢。现场没有发现有手套，你觉着他会不会是共党啊？共党这个我不敢断言，倒是之前医院爆炸案我在现场发现过几枚指纹，有点像方小小的。但是现场太过混乱，我不敢确定，只能凭经验来判断有这个可能性。好，如果说方小小和军火贩交易，结果双方发生冲突，
那么这件事是方小小个人所为，还是受陆天琪的指使呢？方小小是一直在找的共党吗？但不管怎样，这是一个打压冷建平的好机会，李世杰要好好利用。这件事必须尽快了结。特工部的人都知道你跟方小小的关系，要是再这么查下去的话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怕什么？没做就清白了吗？小花做什么了吗？反正我就不信他们敢栽赃陷害我。即便不陷害你，至少也可以说你失察，用人不当。那您的意思是就这么了结了？当然不是。不是？您都把我弄糊涂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您说了半天不是说了结了吗？案子当然要了结，但现在不能找李世杰去谈。你现在找他谈，他一定认为你心虚，他不会答应结案的。要想尽快结案的话，就必须抓住点什么。您指的是什么？你忘了我们之前一直在调查谁吗？康子晴。俄国人出卖的是共党，最有可能杀他的也是共党。你在汉源书店门口看见的完全可能是康子晴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你去了解一下那天晚上他在干什么。好。你说那个方小小可真不简单。这儿的人哪个都不简单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女工党啊？还在调查呢。丹丹最近好像老实多了。跟我赌气呢，怪我那天呀把他从西院拽回来了，都好几天了不理我。气性还挺大，也不知道随谁。你不吃了？我给你气饱了。干什么书呢？哎呀，三侠五义。哦，没事你也逛书店？啊，不是逛书店，这是康部长送我的。他送的？啊，对啊，前两天。啊。还有心抽烟呢？啊？把你们那天晚上的事情跟陆处长好好说说。是。那天晚上吧，还真有个村妇在戒严的时候要过去，那我能让吗？我不让他就回去了，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过来了，他手里还拿了一块金表，让我看看是不是真金。我得问他们呢，我说你这表是哪儿来的？他说是从前面不远的地方捡的，说地上还有其他东西。我一想这我得过去看看呢，那施主得多着急呀、啊！你说我一过去吧，这帮人非要跟着，结果到那个地方呢，什么都没捡着，然后他们就非要分我那块金表，你说哪有这道理呀、啊？你说。那那个村妇呢？那个村妇回去了吧？当时
他们非要分我这块金表，我也没顾得上那村妇。这东西是捡的，就应该充公。对，就是。充什么公啊？充公，这是我给人家保管，暂时保管，知不知道？行了，你他妈瞧瞧你们那点出息！看看，这女的是不是那个村妇？仔细看看。当时天太黑了，也看不清楚啊。都没看清楚是吧？都顾着捡黄金了是吗？混蛋！草包，这帮草包！我查过了，那晚确实有人想在戒严的时候进城，但是不是康子琴他们就不能确定了。但是我问过在医院盯梢的人，他们说那晚范伟臣曾经出去过，但是刚到检查站的时候又回去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那么那天晚上康子琴出去过没有？应该没有吧。什么叫应该没有呢？丁少的那小子睡着了，没有亲眼看见两人回医院。他再看到康子琴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。这就是说有几个小时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主任，出了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被陆天琴那小子发现了。废物！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康子琴小姐在家吗？她不在。我们等他回来。哎，你们，主任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日本宪兵队的人跑到康股长家里去了。他们去那儿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他们不肯说，就说是要等康股长回来。
康小姐你好，我们大岛队长请您过去。怎么，林恒俊跟李处长也要一起旁听？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没想到，冷副主任和陆处长也在。啊，他们二位是我叫来的。大太君，赶紧开始吧。康小姐，辛苦了。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误会了，康小姐。今天让你来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有把当家的人脖子上请人帮忙你吗？失礼了。我们直奔主题。康小姐，我听说你对审讯犯人很是有一套，曾经让一个顽固不化的死刑犯开了口，所以今天请你过来，希望你能够帮这个忙。拜托，这个是他的资料。拜托，又见面了，你还好吧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思想进步的人，没想到你是汉奸。有些事情啊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的确，那天晚上，那天晚上跟你接头的人是谁？我们早就监听了你的所有的电话。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说的我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什么那天晚上。资料上说你是雇口的。好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共产党的事儿吧。我记着共产党宣言有一句话，工人无祖国。你是工人吗？为什么抗战？我是中国人，我只是在做一个普通中国人该做的事。不问你自己想，你没想想自己的家人吗？谢谢你的提醒。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他们想看到的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了吗？
希望我们都好，希望大家都好。遗憾，对于这种信仰坚定的人，是我爱的明珠。简直是太遗憾了。总之，行律师，严刑拷打。今天就到这吧。戴兰兰的一句，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好啊，这个建议非常好。好，主任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冷副主任一片好意，别推辞了。看到各位的团结合作，为大上海的繁荣稳定出力，很好，我很高兴。我相信在诸位的努力下，恐怖威胁一定会彻底铲除。来，干杯。为了大东亚圣战的万岁，干杯。虽然今天的审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看部长，哎呀，我还是要敬你一杯。不客气了。没想到你还看过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在军统的
康股长，这点之前没有听你提起过呀。去那书店买书见过他，没聊过几次。那么多家书店，唯独这家书店和康股长好像是特别有缘分，还是那儿的会员。因为有工作需要我去做。什么工作需要？能否解释一下？啊，他去那家书店呢，提前跟我报备过，他是去做调查的。李主任，什么调查？不方便说一下？秘密任务。看来这家书店早已被各位盯上了。好啊，很好，这说明任何抗日分子都逃不过大家的眼睛。好，我建议为我们的团结合作再干一杯。刚才的饭局你怎么看？他们是有所企图的。那个康子琴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对他，我们是经过严格审查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昨天没有，不代表永远没有。没有绝对的事情。大岛他们怀疑他，肯定有他们的理由。有时人会盲目信任，对我们这一项工作是致命的。中国有句话，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啊。龙建平和陆天齐就是你的镜子，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一定要确保他没有问题。如果有，一定要在他没成问题之前解决掉。明白。我呸！什么秘密任务？拿鸡毛当令箭？你去打听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任务？是。回来了，他们为什么给你带走了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有点累。那你就好好休息会儿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谢谢。伊藤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冷建平一直盯着康子琴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想要扳倒冷建平，就必须彻底查清康子琴，否则就会引火烧身。查一下，警察局为什么调查康子琴？生活真悠闲啊，怎么才回来？怎么，现在看我是越来越紧了？我上哪儿去都要向你汇报吗？到底去哪儿了？
陆天琪，我安琪在你眼里就这么不知廉耻？那你以为呢？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我陆天琪换女人比换衣服都容易，你真以为我在乎你？你再给我耍心眼，我弄死你！